3月13号，有网友晒出了一组蔡徐坤的最新照片。照片中，蔡徐坤外穿校服，里面搭配白衬衫，看起来很是清新帅气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他的头发被染成了金色，梳了一个大背头。这要是走在校园里，那可是活脱脱的校草一枚。有网友评论说，这新发型像是逃学后骑着摩托车呼啸而去的叛逆财阀三世似的。别说，姥姥觉得也挺像的。这样帅气的小哥哥，你们要不要 pick 一下呢？网络新闻，期待蔡徐坤更多精彩表现。报道。